好，大家，我叫潘凤珠，我来自泰国，我现在在清华大学学习硕士研究生新闻传播学院。嗯，刚刚我有看到你拿着摄像机，那个沉吗？有一点沉。那拍了一早上了，累不累啊？当然很累。那累的话，你现在什么心情呢？嗯，值得。值得。对，因为很美很美。好的，那今天早上你有什么收获？就拍摄。今天早上大部分都是全景，就湖啊、星野湖怎么样，还有朋友们的那些欢乐的感情，还有当地的表演。啊，我们这个行程上时间可以吗？行程还可以，但是我希望现在是应该有更多一点时间，还有如果团队比较人比较少一点会更好，因为这些拍景点的话要有比较多的时间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会考虑这个的。然后你今天早上拍的这些里面，你有没有特别满意的那个拍摄的景啊？嗯，我现在还不可以说，因为要先看，留个悬念吗？要啊，回头看一下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不是怎么说呢，我自己是新闻系，但是也不是特别专业，也是刚刚开始学。好谦虚啊。没有没有，真的。好的，好，那就接下来加油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好，没有，你们也辛苦，拜拜，加油。